报错101了哈，我们先把那个电关掉去，关掉去以后了哈，我们把那马达盖拆开了，先把这个管塞我们先挑出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螺丝拆掉，这总共是7个螺丝哈，这边3个，旁边一边2个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显示101啊，101的时候显示这个101的时候了哈。大部分的话就是这个中心线这个端口或者没插好啊，这边下面有一个下缝上有一个端口，人家这上面的话这上面也有一个端口，我们检查两个端口啊，这两个端口我们先把这个电源关掉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端口拔下来以后呢，看一下这个针呢、歪没歪。这个针要是没歪的话，我们重新插进去，把它插紧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插一下这个放表，那就这个放表。我们把这个放表盒插一下，放表盒总共是也是有7个螺丝。把这7个螺丝拆掉。拆掉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放表盒拿掉以后了哈，这就是那个中心线的这个的哈，我们也是建议我们把它拔下来。
我们把它拔下来以后了哈，我们重新给它重新擦一下，这个胶水擦干净以后，啊，我们再重新擦进去，把它擦起擦牢以后，啊，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，再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101解除了。然后我们插上这个电，我们再开一下，开一下以后呢哈，你看一下这个101就解除了，这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螺丝安装上去，安装上去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螺丝装上去。我就把这个了哈，把这个螺丝哈，这个把它安上去。然后我们把那个把它盖上去，把那个管塞上去。